这节课呢，老师给大家讲一下雇员装的训练方式啊，还有这个注意事项。咱们这个雇员装呢，其实呢，之前老师给大家讲过类似的课程啊，就是说咱们站桩呢，要以静入动，动中有静，桩功呢是一种慢练，而不是纯静啊，就是说咱们站桩哈。不是说我就这么傻呆呆的，怎么一动不动啊？就跟这个站军姿似的啊，就是谁动了谁就不厉害啊，是吧？没那回事儿。咱们站桩呢是静中求动，动中求静啊，咱们是动静相结合啊，它是这个意思。